今天我们哥俩干这个活，看呗，这个松树给你修，树墙给你修好的。猴哥把这草剪剪，这是猴哥的一个老客户了，地产经纪找回他老丈人家的活。整些木头干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自己种的，我烧的好木。啊？你们俩没地方搁了，我得留点，到冬天了，我得留点烧火了，把那木子我推车了。你哥那块被谁给你捡走了？你捡捡呗，他说别的没有木头都是，谁捡我也不挑他们。哎呀，木头有肉是，谁他拿我都给他。行行，这箱挺好。有仨摞在一起，然后行，没事，我直接放车上。啊，好嘞，儿子帮我找箱子。折叠的这个是，其他的我都有用，就不能给你。我知道，我不用的，我这些也够了，差不多，我还有呢。没事没事，你就用着吧，省得你再找了。我不知道你。哎呀，追风少年来了。来来，过去帮收拾收拾，这不是装箱子，装修了吗？我收拾，你姐俺俩收拾差不多了。啊？楼上都收拾下来。行，那我帮你。楼下。我大孙呢？在家睡觉呢吗？嗯，好嘞。没吃，我问我怎么样，就问大孙怎么样。我这都一天没吃饭了，老妈，你也不在乎了，哈哈哈哈，天亮了。你买那东西不就运这个的吗？用的时间我都干活都干完了。是，我啥都用。不，你爸有没有那啥胶带？啥胶带？就是那种刷漆、刷贴墙那叫的。有，家有不是那玩意儿，稀烂贱那玩意儿。你的拿出来，我们绿色那个呗。啊，绿的，就是绿的。明天那装修那人全是胶带。你等他，咱自己封好了不行吗？是不是我整吧？我今晚的时候我就带点工具过来。行行，正好就整。那咱就定好了，你们也别先干了，咱就是这么多人一起干事儿比较方便。我们都干，哎呦，今天给我累的，累都直接晕倒在洗手间了都。咱妈要不上去，我不行了。哎，老辛苦了，天天回家就干活。行，慢点。好嘞，那就这样啊。咱马先见。再没啥别事吧。哦，那个小手推车，那个。你看爸要，你看这个，家你看。客户要的。你看这个好东西啊。好东西。哎呀，给他孙子整的，跟客户要的。啊，人家孙子六岁了，用不着了，看，给你做吊篮，吊篮多好啊！买不到这吊篮。哎，以后咱爸搁小区得收门票了，5块钱一个小篮。游乐场。坐上，人家吊篮，明天我给他坐上，看。啊。这筐得几十块钱，两个。啊。今天那孩子六岁了都不要了，让我扔了。我从小我就得学推车。等我孙子去了。妈，你这个车跟那个车一模一样。多好，一模一样，组装的。不是，爸，你看这个，我车跟我爸这个车一模一样。这万也挺贵呢，小孩玩的，他两个人推让他干活呢。你看，这是猴哥让孙子两三岁就干活。小车多漂亮！门口的木头都大摇推进来就行了。推。今年玩不了，等你明年能玩，明年要吃。嗯。下雨是不是？你把我这些拉完完就回家就完事儿。明天我别来了，明天我让大叔哥8点。看，我摘的香菜、小西红柿、小番茄呀、啊，这菜园子基本都是光秃了。种这几棵花，你看开的可不错。看看这颜色，好看吗？哎呀，哇哦，后园子的收获。吃一个吧，老香了，好吃。这是不会贵，真好吃。不回来了。你妈煮的茶叶蛋呢？我煮的。你煮的啊？
这第一次煮就五香茶叶蛋。哎呦，可没少煮。那个没敲开呢，敲开就进去味儿了。敲开了，敲开了。对，全敲碎的。那个干活，那个带几个。哦。早上喝点小米粥，带几个。啊，煮这些。这是我给。这啥？烤牛肉啊。啊。烤牛肉。哎呦。哎呀妈呀！看出来。好了。哎呀妈呀！一会儿尝尝。拿出吃吧，这扣上干啥？这不吃吗？啊，吃吃吃。就昨天剩的，整点小菜儿。看看，快把这辣椒进来呀，趁着热乎吃。这是那什么来着？叫卖万用品的店。汪茂。汪茂。这是温德兰德游乐场。这什么车搁这里干啥？黄豆地。这个 GPS 你看是不是掉了，没有电了，你知道吗？右转。这个酒店现在被政府买去了，可全是安置难民的。里边看看。那边都是，你看背包。对。还有个狗呢。